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主内平安，欢迎大家参与今天的弥撒。今天是复活期第二主日，也是上主慈悲主日，请大家起立，一起唱称颂你的名。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们，欢迎大家来参加天主的盛宴。现在我们邀请小朋友们前来参加儿童礼仪。今天我们庆祝上主慈悲主日，上主慈悲到我们体验到了吗？我们又是否把这个慈悲分享与他人了呢？现在让我们静默片刻，祈求天主帮助我们去体验他的怜悯，并且把这份爱分享出去，也同个时间让我们祈求天主原谅我们的罪。让我们一起，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是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众圣同证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Oh!
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上平安。大家祈祷。除了应在堂训的弥撒意象之外，让我们为这个疫情被影响的人，为世界的和平，还们各自的意象祈祷。无限仁慈的天主，你借着一夜庆节，使我们的信仰重新振作，请你广施恩宠，使我们更深入的领悟我们如何接圣喜而进化，由圣神而重生，靠基督宝血而获得救赎的奥迹。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以及圣神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恭读中途大事录。弟兄们那时都专心听取中途的训诲，时常团聚掰饼祈祷，因为中途显了许多奇迹异事，每人都怀着敬畏之情，凡信了的人常齐集一处，一切所有皆归公用。他们把产业和财物变卖，按照每人的需要分配，每天都成群结队地前往圣殿，也挨户掰饼，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进食。他们常赞颂天主，也获得了全民众的爱戴。上主天天使那些得救的人加入会众。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请你们圣洁圣洁，因为他美善欢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请你们圣洁圣洁，因为他美善欢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色列的子民说，愿亚郎的家族说，愿敬畏上主的人说，上主的慈爱永远长存。人们用力推我，想把我推倒，但是上主必来扶持我。上主是我力量，歌咏我的救主，在一人居住的帐幕中，响起了胜利的欢呼声。上主的右手获得了胜利。人弃而不用的粉饰，反而成了无价的基石。这是上主的作为，在我们眼中神奇莫测。这是上主神定的一天，我们要欢欣鼓舞。圣谢上主，因为他美善欢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恭读圣伯多禄前书。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因自己的大仁慈，借耶稣基督由死者中的复活重生了我们。为获得那充满生命的希望，为获得那为你们已存留在天上的不坏无瑕不朽的产业，因为你们原是为天主的能力所保护，为使你们借着信德而获得那已准备好在最后时期出现的救恩。为此你们要欢悦，虽然如今你们暂时还该在各种试探中受苦，这是为使你们的信德得以精炼，比经过火炼而人亦消失的黄金更有价值，好在耶稣基督显现时堪受称赞、光荣和尊敬。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慕他；虽然你们如今仍看不见他，还是相信他，并且以不可言传和充满光荣的喜乐而欢悦，因为你们已把握住信仰的效果、灵魂的救恩。天主的圣言。感谢天主。阿利路亚。主说：多么，因为你看见了我，你才相信。那些没有看见我的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阿利路亚，阿利路亚，阿利路亚，阿利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若望福音。
一周的第一天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户都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便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们见了主，便喜欢起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吁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保留谁的罪，谁的罪就被保留。蛇人中的一个号称迪迪莫的多莫，当耶稣来时，却没有和他们在一起。其他的门徒向他说：我们见到了主。但多莫对他们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孔，用我的指头深入钉孔，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绝不相信。八天以后，耶稣的门徒又在屋里，多莫也和他们在一起，门户关着。耶稣来了，站在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多莫说：把你的指头伸到这里来，看看我的手吧，并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做无信德的人，但要做有信德的人。多莫回答说：我主，我天主。耶稣对多莫说：因为你看见了我才相信吗？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耶稣在门徒前还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本福音上。这些所记录的是为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墨西亚天主子，并使你们相信的人赖他的名获得生命。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我们是否无法摆脱愤怒或压力呢？你有没有常做 angry bird 啊？动不动就很快生气，把你的压力释放在别人的身上。你是这样子的人吗？如果你有这一个困难的话，你又是否采取任何措施来处理自己本身的压力或愤怒呢？因为如果没有去处理的话，我们将会继续的伤害我们周遭的人。可怜的家庭成员，他们多数都是我们压力及愤怒的受害者。更糟糕的是，我们是否有了解到一点，每次当我们愤怒和压力失控的时候，它甚至可以把我们的家庭完完全全的破裂。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挑战的人不懂怎样控制我们的脾气或压力的话，我们是否有意识到我们的无助？我们是否有意识到我们需要他人来帮忙，更需要天主来增强我们呢？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真正的发脾气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发脾气呢，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是一个消极的方法，并具有破坏性。我们不能够把我们自己本身的压力加在别人身上，转移在别人身上，这样对别人来说完全是不公平。如果你是那一个受害者，我自己有脾气，我发在你身上，你有什么感受呢？你愿意接受吗？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一个气球一般的，
好，如果这个气球越来越多气的话，没有释放肯定爆炸。所以我们要找一个比较正当的方式去释放我们内心的压力，好让这个压力得到疏解，而他人也没有成为我们的受害者。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的家永远不像家，受伤的永远都害怕你，这样又怎么样塑造一个爱的家庭呢？所以有这个挑战的人需要承认，并且有勇气的站出来去寻求帮助。其中一个方法来帮助我们摆脱愤怒或压力的，就是静默祈祷。就好像陈湛光神父所说的，静默祈祷可以是一种减压的艺术。为什么呢？因为在静默祈祷中，我们可以看清我们的处境。好多的时候，当我们受到困难、陷入困境的时候，我们都会东包东喷西跑，像一个盲头乌蝇啊，盲头乌蝇，这里撞那边撞，结果撞到这里青那里肿，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我们真正坐下来，心静如水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得到事情的处境，才能准确地找到解决的方法。而在静默祈祷中，我们更能够知道主耶稣跟我们在一起，陪伴着我们看事情的经过，看事情的一切。因为在圣咏46第十章里面有说到，你们要禁止互动，要知道我是上主。因为在静默祈祷中，知道天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看的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除此之外，在静默祈祷中，我们与天主连接并获得力量。好多的人说，当你紧张害怕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深呼吸练习，对不对？深呼吸，好让自己能够平静下来。但是这个深呼吸能够更加有力量，就是当我们在深呼吸的时候，把圣神吸入我们内心里面，把我们的压力及我们的烦恼呼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气球中那个气呼完出来，并求圣神来充满着我们。就好像今天的福音中，门徒们把自己关着，因为怕犹太人。当耶稣来了之后，他向他们吁了一口气，并对他们说，你们领受圣神吧。当他们领受了圣神之后，他们不再害怕，他们有勇气而得到蜕变了，去面对他们一切的挑战。而我们每一个人在临洗的时候，我们也给予了圣神来充满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求在我们内的圣神来给予我们力量，去面对我们的压力及控制我们的脾气呢？再者，在静默中，我们可以放下及祈求天主 ，Let go, let God。好多的事情，当我们自己本身做了，尽我们的所能做了之后，我们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的压力，更加容易的生气。但是，如果我们有信德，相信万物都掌控在主耶稣手中的话，我们就知道，在人不能所为的，在天主一切都有可能。主耶稣连死亡都能够战胜，他还有什么不能够战胜呢？难道我们的问题比死亡还要严重吗？所以在静默祈祷中，我们学习放下我们的无助，让天主负责帮助我们去控制我们人生的一切挑战。其实我们人生的挑战及考验，都是天主帮助我们
增强我们对他的信德。就好像圣波多卢他在今天的读经二告诉我们说，虽然现在你们暂时还该在各种试探中受苦，这是为使你们的信德得以精炼。经过了挑战，我们更加依靠天主，对天主的信德更加的大。也因为如此，在一切我们不能够控制之中的情况，我们可以交托，可以减压。所以与其生气担忧，把我们的脾气放在别人身上，为什么不能够在静默中交托给天主呢？说实在的，这一些反省都是我自己本身的反省，更是我自己本身的体验。因为在众多的祈祷方式中，静默祈祷是我最为喜欢的一种祈祷。因为在静默祈祷中，我知道我可以靠天主，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三样。而我喜欢每一天早上都做静默祈祷，俗语说得好，一乐之际在于晨。当我在早上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开始，那么我整天的活动都可能会是有好的结束。所以我喜欢每一个早上都静默祈祷，这样我相信我就可以在天主的祝福中开始新的一天。而在静默祈祷中，我都是会把我今天想要面对的东西、需要做的东西、需要见的人一的交给天主。打个比如哦，有时我知道今天下午有一个教友很麻烦啊，他可以随随便便骂我啊，把我推到墙角尖等等的哦，看起来好像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但是我会把它交给天主，在静默早上的静默祈祷中交给天主，祈求天主给予我力量去面对这样的情况。也因为这样子，我相信在面对如此挑战的时候，我并不是孤单一人，我有天主与我在一起，他会给予我力量及勇气去面对。所以静默祈祷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也就是为什么我尝试把这个静默祈祷分享给教友们。每一个星期一及星期五晚上7:30，我们都有静默祈祷，我们都有朝拜圣体，甚至圣体降服之后才有弥撒。这都是希望教友们能够前来静默祈祷朝拜天主。当我们越烦恼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来到主面前交托祈求。而每一个弥撒之前，静默祈祷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弥撒之前的静默祈祷，我们可以交托，我们可以祈求天主帮助我们在弥撒中体验他的爱。说实在的，你来弥撒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来弥撒不就是想要体验天主的爱，让他给我们力量去面对我们的挑战吗？但是如果在弥撒之前我们都忙着玩手机，忙着与他人谈天，很大可能性我们在弥撒中也忙着，甚至主耶稣在我们旁边，我们也没有体验得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弥撒之前的静默祈祷是这么的重要，而我们有珍惜了吗？当然静默祈祷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因为很多人认为坐不定的，好像那个椅子有铁钉这样子，完全坐不定的，因为你叫我坐下来完全不想，好像是很难。但是当你真正体验到这一个美，心静如水的境界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享受。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在下个星期啊，下个周末星期六星期日，
我们请了陈藏光神父 Father Charles Chin 来帮助我们分享他的静默祈祷为一种减压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时间去让自己沉淀，需要时间让自己本身能够真正进入那个境界。而 Father Charles Chin 呢，陈藏光神父，他在神父之后啊，超过40年之久，一直很专心的在这个静默祈祷中。他甚至几次去过印度啊，印度那儿去学习啊这个静修祈祷，然后也一直在那边啊做着这个静默祈祷。而现在他身为一名退休神父，他也专注，他选择专注于这个静默祈祷，作为他整个神父的生活最为重要的祈祷方式。所以每一个人当我们退休之后，都会想要找一个自己最喜欢的，而陈藏光神父就找了这一个。所以我们需要去珍惜他来这里的时间，让我们跟他学习怎样静默哈。而他在过去的几年都一直在不同的堂区，好多的堂区去传授，去教导这个静默祈祷。所以希望大家，尤其是那些面对不能放下我们的压力，或者是喜欢就骂人的那一种人，我们可以前来星期六星期日的静默祈祷学习沉淀。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们，我是否面对压力而挣扎了呢？我是否像 Angry Bird 一样的容易生气发脾气呢？与其自己本身什么都不做，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前来祈求天主帮助呢？耶稣对多默说，不要做无信德的人，但要做有信德的人。我是否相信天主想要帮助我，以这个静默祈祷的方式让我沉淀下来，让我掌管我自己本身的脾气，掌管我自己本身的人生，掌管我自己本身的能力，塑造一个充满爱的家庭呢？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们，不要再让家人受罪了，不要再让家人成为你的受害者。让我们祈求天主帮助我们能够采取主动上前来祈求天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个静默祈祷，借着他的爱及力量，好让我们成为他所喜爱的人，好让我们一起塑造有爱的家庭。让我们为这个意象而祈祷。现在让我们起立，一起宣誓我们的信德。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事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有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班阙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也要光荣的将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审判万事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父与生命者，有圣父圣子
爱我们的天主父知道我们一切所需，现在让我们怀着这样的信德向我们天上的爸爸祈求，请为我们的教会祈祷，求主引领我们的教会常因复活主所带来的希望及喜乐，在磨难中坚忍，在困境中稳立。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荫我们。请为世界和平祈祷，复活主战胜了黑暗、罪恶以及死亡，求主导引世人向善，脱离各种歪风陋习，致力建设公义和平的社会。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荫我们。请为在信仰上迷惘和怀疑的人祈祷，求主光照他们，使他们早日找到道路、真理与生命的主，心灵获享平安。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荫我们。请为本堂各团体祈祷，求主使教友们坚信基督的复活，效法耶稣谦卑的为人服务的精神。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荫我们。现在请为各自的意向祈祷，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荫我们。现在让我们静默片刻，为那些因着我们的脾气及压力的受害者，尤其是我们的家庭们、成员们祈祷。我们同声祈祷，求主福荫我们。我们把这一切都交给慈爱的天父，也祈求圣神来增强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以这个祷文祈求圣神来增强我们。让我们一起，天主圣神，我们以你的名向君你台前，你是我们的唯一导师，请预具我们心中，指引我们该走之路，教导我们如何践行。我们身心软弱，容易犯罪，不要让我们制造纷乱，不要让Thank you.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万全能的天主圣父接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你使你的子民接圣信德和洗礼，获得新生，求你接受我们和你新生子女的奉献，使我们获得永远的征服。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上主，我们时时处处歌颂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牺牲，今天我们更当隆重地赞美你，因为基督是消除世罪的羔羊，他以圣死摧毁了我们的死亡，并以复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
因此普世万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永夜欢腾。同时天上的天使和所有圣人同声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以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伟大节日。你已高举他，使他坐在你的右边，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耶稣甘愿死生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耶稣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新得的奥迹，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现在让我们静默片刻，为我们教会这个大家庭，我们的主教、神父、修士、修女们，还有修道及神父的圣召祈祷。上主，请你垂怜普世的教会，新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我们的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的中乐趣完善。现在为我们去世的家人、亲戚朋友们祈祷。请你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请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现在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还有所有要我们为他们祈祷的人而祈祷。请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童贞荣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接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宣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
并联合神圣都归于你，直到永远。我们都是天主父心爱的宝贝儿女，那么怀着这样的信德，向我们天上的爸爸祈求。上主，请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人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请大家互助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子，蒙召来赴盛宴弥撒的人是有福的。圣体圣血保佑我们得到永生。
二捐献是为堂区维修。请大家祈祷。全能的天主，我们在此弥撒圣祭中领受了你的圣子的圣体圣血，请你使至天降之粮不断地在我们心中发挥效力。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请坐下，这里有几项报告。我们的基信团，我们想要重新活化了哈，我们的基信团，好多基信团因着疫情的发生而变成不活跃了哈，所以现在是我们重新激发我们基信团的时候，所以呢，每个基信团的参与是非常重要，你的参与是非常重要了哈，希望大家能够合作。我们可以怎样子做呢？首先，我们是有基信团周。我们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之后的工作天，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我们的基信团周，所以在这几天的这几天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的圣堂不应该举办任何活动，因为我们想要所有的基信团都能够在他的基信团那儿参与聚会 ，OK？ 所以第一个星期天的星期之后的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不能够在圣堂有活动。如果是你晚上是有那个祈祷的啦，或者是什么聚会的哈，这一个第一个星期日之后的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不可以有活动 ，OK？ 第二呢，就是基信团领袖会议，每一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主日之后的第一星期一，我们沦为基信团的领袖会议。所有的基信团及委员啊，领袖及委员都要求参与这一个基信团领袖会议，以便能够共同协商基信团能够如何与圣米高这个大家庭并肩同行。
这一次的呢，吉星团的这个夜的呢，是在明天，明天晚上八点钟，所有领袖、吉星团的领袖和委员都必须出席，让我们一起看看能够怎么样把我们的吉星团活跃起来。第三样就是吉星团弥撒，所以我已经把那个建议的那个吉星团弥撒时日期已经通过 WhatsApp 给了吉星团领袖了哈，希望他们已经是回复了。然后很多的教友说我不敢开放我的家给这个来有弥撒，因为我们怕我的家小啦，或者是不是很好看。但是问一问自己，我要耶稣接着弥撒降服我的家吗？你想要你的家有弥撒吗？除非你的儿子是神父啦齁，不然的话呢，弥撒只有在圣堂举行而已，除了一样事情例外的就是吉星团弥撒而已。所以如果你想要你的家被弥撒祝圣的话，就开放你的门哦，像你的吉星团领袖说，哎，我想要今年哦来在我家举行。而以前的教友真的是不敢，然后之后讲了这个之后呢，其实两三年之后的都已经有人 book 了，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你的家有弥撒祝圣的话，请开放你的家给这个吉星团弥撒。然后五月份是圣母月，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吉星团能够参与。怎么样参与呢？在这个月尾里面呢，华语的是在4月30号十点半那个弥撒，我们会各自的吉星团把圣母像带来圣堂祝圣。祝圣了之后呢，圣母像会轮流到吉星团里面的家里一起诵念玫瑰经，好让圣母在弥撒被祝圣的圣母像能够来到你家那儿一起祈祷。并在这个午夜尾的时候呢，我们再会把所有的圣母像带回来圣堂，再把所有在这个经过这个家庭经过了那个圣母像经过你们的家庭一起带来奉献于弥撒， OK。 所以希望你们开放你们的门户，跟你的吉星团领袖说我其中一天或两天来我的家诵念玫瑰经。然后呢，吉星团也会在这个年尾12月31号举办圣诞儿童派对了，需要大家的参与让我们一起参与，让我们的吉星团活跃起来。第二样呢，就是四旬期的活动，我们的基贫会感谢大家慷慨的捐献你们的食物啦。至于我们的信封呢，四旬期的信封，他们会在这个星期里面算了之后，我们再会跟大家报告我们大概是捐助了多少钱给我们的那一个卡里达斯。而同一个时间呢，我们也是有继续的帮助穷人家和有需要的人。还记得补习班哦，补习班谁需要津贴的，然后电脑的 Microsoft 的谁需要帮助的，请你们快点把你们的名字填上那个报名表格寄上来给我们啦，好让我们能够帮助。因为教育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们家庭贫穷的啦，完完全全那个链切断，所以教育是非常的重要。这两项呢，都是为我们的孩子们，为我们的家，他们的以后有一个好的一个将来。希望大家把这个传给就算不是天主教徒也可以传给他们，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然后呢，我们华文组的青年会，我们会在4月30号中午12点到1点，我们会有迎新会，希望所有的青年都能够一起参与这一个。父母亲鼓励你的孩子们参与啦，因为这一个呢，在圣堂里面成长非常非常的重要啦，让我们以爱去培育他们。所以鼓励你的孩子们参加这个4月30号12点至1点钟的迎新会。然后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减压的技术，静默祈祷减压技术，刘成湛广神父主讲，是在这个星期六9点到5点半，星期日1点到7点钟，报名是免费。成湛广神父知道我们很难坐定了，但是你可以来不用紧，就算是坐不定，总算是有尝试过，总算知道一些技巧等等的，他不会讲你坐不定他就骂你了，不会了。有人问我
这个要用什么语言呢？静默祈祷呢还有什么语言呢？就是静静的吗？对吗？啊，所以来了，来参与这一个 OK。 So 这个报名呢，请在星期四之前报名，因为我们要准备午餐啊，星期六要准备午餐，所以希望大家星期四之前就要报名了啊。OK， 可以跟 Jenny 或者 Grace。现在呢，让我们看一看一个短片，关于我们的双亲节的短片。好，请大家记住这个时间，这个是 Hari Raya Haji 了，6月29号哦。So 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这个团体呢，他给了一个很让人寻味，我也觉得我们需要反省的一个问题了。他说，我们忙着长大，但我们却忘了他们也逐渐的变老了。我们忙着长大，但我们却忘了我们的父母亲也逐渐的变老了。上一次真正与他们相处的时候是几时了呢？而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是与和他们在一起的呢？所以这一天不只是一个活动啦，也是一个提醒我们自己本身能够怎么样为我们的家人一起欢庆这个乐趣啊。所以这里有几项的我们是可以参与的。第一的呢，就是我们的照片。我们好多人的照片都是电子，现在是电子的了，很少看得到了。所以上一次看这个电子的照片是几时呢？所以我希望你们在过去的十年再翻回去看一看，回忆一下，然后找一个或几张充满着这一个温情回忆的时刻的照片，可以写一短短的一些几句话跟我们分享，好让我们能够真正重回那个温馨的时光。 OK， 第二个呢，就是以前和现在，当年和现在，这个是2003年的，坐这么多次和2023年20年之后他们在拍同样的照片，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制造机会真正去珍惜
眼前人，珍惜眼前人。所以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为父母和祖父母们呈现这个唱歌跳舞和短剧，报名是在前面了，那个我们前面有个柜台，希望大家能够参与，为我们的父母亲们一起呈现。然后当然是有这个罗迪圈，一分钟可以吃多少了，不在乎吃，只在开心而已了，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参与。所以希望当天你们能够把这个时间抓下来 ，OK？ 6月29号还有拉伊哈基，待会呢需要知道详情，可以在外面的柜台那知道 ，OK？ 好，好，现在呢，想要问一问，当中有谁是第一次来的吗？请站起来，我们想要欢迎你，第一次来本堂这个圣堂的，请站起来，欢迎。很好啦，希望有机会再见到你们，尤其是当你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好好，请坐下请起立。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感谢天，阿肋路亚，阿肋路亚。待会儿也需要大家的帮忙因为肯定还有好多的食物希望大家能够去打包回去，不要浪费了天好。现在让我们静默片刻，把所有心爱的人及前线人员一一的献给圣米厄尔总领天使，祈求他保护我们。让我们一起，圣米厄尔总领天使。